shine bright like diamonds.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A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o shine bright tonight, you and I.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 I too I saw a light.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脚步一响，那浩浩红尘寂寞了，去往你何处跑？苍天一笑，笑不老，当初是为何你太浮摇？恩怨。袖手迷月，今夜我发现春草间那万年，如为神话过客，却总长叹伤离别。君不说一杯浓烈，只看走过多少个岁月，看过多广的辽阔黑夜，想不过幸福和爱翻面，但是一梦不过一瞬间，多少日光都在涌泉，多少温柔在此被纪念，这座爱有谁来了解？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닌 싫어. I want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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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날 믿었네? 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来宾，各位观众，第35届亚洲小姐冠军就是23号陈雨婷。那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就是我们导演对我真的是宠爱有加，让我在今天呢真正体会一下做冠军的感觉。但是话说回来，我相信每一个女孩子啊都有一个关于选美的梦想，关于冠军的梦想。亚洲电视也期待着通过亚洲小姐的选选，让每一个有梦的女孩子都可以被世界看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以及亚洲电视永远最值得骄傲的女儿们，我们美丽的亚洲小姐，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莅临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暨香港赛区的启动典礼。我是来自于亚洲电视的主持人雨提，相信是很多人的老朋友了。那刚刚呢，我们体会到了优雅的小提琴，还有就是歌者的澎湃以及潮流的青春。其实每一个表演者啊，也都是20多岁而已，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那么我相信今年呢，青春化、国际化、潮流化也是我们今年亚洲小姐竞选的一大亮点。那刚刚啊，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每一条路或长或短或崎岖或平坦，总归是有一个目标的。那在通往目标的路上，我们往往呢会与很多美好的风景相遇，但是我觉得比相遇更加美好的一个词叫做重逢。那从1985年至今呢，亚洲小姐来到了第35届，我们一路上与许多优秀的同行者重逢，人生何处不相逢呢？那相逢以至致敬也是我们今年的一大亮点。因为责任跟梦想，亚洲电视选择在今时今日踮起脚尖，让梦想更加接近阳光。虽然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跟坎坷，但是但凡辛苦皆是礼物。虽然说啊，现在外面的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但是从节气上来讲呢，已经是进入秋天了。季节轮换，所有新的故事全部都是值得期待的。我们也期待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可以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大屏幕，共同回顾一下历届亚姐冠军的高光时刻。冠军是黎燕珊小姐，冠军是35号李智小姐，冠军是18号邱月清小姐，冠军就是25号洛佩，亚洲小姐香港竞选的冠军是9号央豪，周小姐的冠军是21号劲伊利小姐 ，Number 21 is Elaine Wu， 即系话1990年亚洲小姐的亚军咧就系18号嘅施以莲小姐，即系话冠军咧就系2号嘅罗琳 ，Miss Asia 1991 the winner is Number 2 Miss Caroline Low， 1992年度亚洲小姐冠军就是17号的冯美仪，恭喜冯美仪 Number 17 Miss Adela Fong。1993年度亚洲小姐冠军就是6号的欧淑贞 Number 6 Miss Candy Ao。6号的欧淑贞，冠军系就系12号李妮小姐。Number 2，李妮。1995年度亚洲小姐竞选决赛的冠军就系8号杨宗元 ，Miss Christy Young。冠军就是1号陈伟小姐 Number 1 Alex Chan。 亚军就是几多号啊？8号韩君婷小姐。
咁有请妙菲林小姐为韩君婷小姐颁奖啦。六号罗丽莎。而家请韩君婷小姐同本届亚姐冠军罗丽莎小姐，1999亚洲小姐竞选的冠军是八号刘善玲小姐。吕晶晶来自中国的浙江，今年21岁，是一位大学生。2005亚洲小姐冠军就是9号黄磊。黄磊来自哈尔滨，今年20岁，主要是唱歌、跳舞和打篮球。2006亚洲小姐竞选冠军的得主就是 Number 8，达莲娜舒欢真高 Daria Shevchenko。 八号达莲娜舒欢真高来自哈萨克，今年16岁，她是一名学生。哇，她是16岁，她今年只得。2007年亚洲小姐冠军就是八号张嘉莹。哇，完美体态小姐攞埋架车赢埋冠军。好嘅，好运好厉害。亚洲小姐冠军得主就是1号姚佳文。姚佳文当年23岁，大学毕业，咁啊，佢而家咧就系呢个硕士嘅学生嚟噶。2010年度亚洲小姐冠军获得者，她是 Number 18王鑫。18号王艳，18号选手王鑫成为今晚的冠军，恭喜你！亦即系得到亚军嘅就系维他滋补丝瓜，滋补丝瓜啦。ATV 2011亚洲小姐冠军会系 19方雪冰。19号方雪冰。中国北京，恭喜在18号冯雪冰。Congratulations！ 首先我哋有 ATV 2012亚洲小姐冠军系属于齐头 Number 10 Miss Amy Chan， 陈燕荣。陈燕蓉 ，ATV 2013亚洲小姐冠军就系 Number 11 Lily Fang， 11号方仙童，11号方仙童，方龄21岁，嚟自辽宁大连，系一名学生。喺呢个时候，我哋有请几位为我哋嘅 ATV 2013亚洲小姐冠军咧系颁奖噶。小姐竞选总决赛的冠军得主就是 8 Max 张，8号张日君，恭喜我们的8号佳丽张艺君，恭喜！恭喜晒就系8号嘅张日君，方龄20。第27届 ATV 2015亚洲小姐竞选中国内地赛区总决赛冠军得主是1号周欣美，1号周欣梅。1号周欣美，方龄22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舞蹈员。恭喜晒你，夺得咗中国内地赛区总。哇，思瑶你手都震埋喎。亚洲小姐冠军嘅得主就是10号黄露瑶。恭喜晒！恭喜晒！三秒冠军啊！再一次恭喜黄露瑶。亦都有请2017亚洲小姐冠军何丹妮小姐。总决赛。冠军得主就是8号戴
雨婷。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ampion of Miss Asia Pageant 2019 is number 8江雨婷，江雨婷今年是25岁，身高是2020亚洲小姐竞选香港区决赛冠军是十号蔡小蝶。2021年度亚洲小姐冠军得主是11号陈美仪。真的恭喜他，一切今天的表現真的非常好，剛剛又拿了他的完美太太獎，有這樣的高度，有這樣的身形，沒錯了。2023亞洲小姐馬星區冠軍得主，她是四號雷星慧。 Ladies and gentlemen, Miss A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2023 winner is pageant number 4。那一幕幕经典的画面呢，再次映入眼帘啊！他们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说，昂然向上的人生不仅仅呢是绚烂的一幕，更加是缤纷的一场。朋友们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亚洲电视首席运营官、首席执行官兼行政总裁魏来先生上台致辞，有请魏总。尊敬的罗琳女士，尊敬的夏文熙女士。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各位嘉宾，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亚洲电视和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组委会对参加今天启动典礼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是个好日子，8月28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我们高朋满座，嘉宾云集，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对亚洲电视的情怀和对亚洲小姐的热爱。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共同见证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及香港赛区的启动典礼隆重举行，同时我们也预祝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1985年是个美丽年代的开始，亚洲电视开创了选美历史上新的一页，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亚洲小姐竞选，突破了一般选美的框框，令观众有了意外惊喜。从此，亚洲小姐这四个字成为美丽、智慧、才华、身份的象征，也成为全港观众每年的期待。亚洲小姐竞选不仅是娱乐性丰富、极具欣赏价值的盛会，不少获奖及参选佳丽更成为演艺界或商界人才，成就多项传奇，包括翁虹、万绮雯、李艳珊、励志、罗琳、吴永威、杨恭如等，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创造了一个个美丽的神话。亚洲小姐竞选已经成功地举办了34届，不仅吸引了众多佳丽的参加，同时也邀请到了有金牌司仪之称的何守信、雅士镇台之宝刘志荣、开心果沈殿霞等等的加盟。历届亚洲小姐还邀请到不少当红歌星担任表演嘉宾，其中不乏天王巨星级的红星，如张国荣、罗文、邓丽君等，让我们欣赏到了不同巨星的风采。拥有34届辉煌历史的亚洲小姐竞选今年踏入到第35届，同时也将迎来亚洲竞选40周年的大喜之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美丽少女将会在新一届亚洲小姐竞选中争艳斗丽，缔造更多美丽传奇。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是首次以跨年度大赛的方式举行，
并以此向亚洲小姐竞选40周年和亚洲电视68周年献礼。我们从现在开始将用10个月的时间进行全球海选与全球大赛。我们全球总决赛的时间是放在了2025年的5月29日，也是亚洲电视城市成立68周年的纪念日。那么我们今年本次大赛的亮点有这么几点：第一，年轻化，突破年龄限制。2006年，16岁的达琳娜·舒夫真高即当选冠军，显示了亚洲小姐能够真正突破年龄界限。本次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也将突破年龄限制，年满16周岁即可参选报名。我们的目的主要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展示美丽与才华的舞台，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现新人，培养新人，寻找明日之星，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也令今年的优势更具意义。第二，国际化，将突破区域限制。本届大赛除了香港本地赛区和大中华赛区之外，今年的重点将是向海外拓展。我们向在全世界寻找新人，培养精英。目前我们的东南亚赛区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2024年9月7日，还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东南亚赛区的总决赛。除此之外，越南赛区、韩国赛区、日本赛区都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同时我们也会逐步延伸到整个亚洲地区，以此让亚洲小姐竞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世界级的赛事。第三，多元化，进行跨界融合。本次大赛首次以大赛加综艺加短剧加舞台剧的方式进行生态创新跨界融合。我们这次大赛的主题是我和亚杰有个约会。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将与国内最知名的传媒机构合作一档大型真人秀综艺节目《我和亚杰有个约会》，同时我们也将跟香港著名导演李立慈先生推出《我和亚杰有个约会》的系列 IP 短剧。我们同时也正在跟香港著名导演高志森先生正在筹划《我和亚杰有个约会》的舞台剧，而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均有机会参与上述项目的演出。此外，今天我也在这正式宣布，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也将和广州征程1978电影小镇达成战略合作。我们也将成立新的艺人管理公司，将在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招募100位亚洲小姐明星艺人，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无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经过亚洲小姐竞选，都有机会成为亚洲之星。第四，奖金丰厚，奖品不断。本次大赛，我们获得了国内外多家知名品牌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我们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奖金是100万港币，同时我们还有 BT 奈特沃克公司提供的价值100万港币的通用积分币，而香港赛区的冠军奖金是50万港币，同样也将获得 BT 奈特沃克公司提供的价值50万通用积分币。除此之外，我们会安排一个特别的奖项，叫做独具慧眼奖，以此奖励具有独具慧眼的商家和朋友，同时还有多项奖品奖励。第五，我们首次大赛与文旅相结合。本届亚洲小姐大赛还将推出我为家乡代言亚杰走进百城计划，计划与100个县级城市进行合作，用亚洲小姐大赛来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并与直播相结合，用亚杰直播间为家乡代言，帮助家乡的产品出海，为乡村振兴做贡献。我相信本次大赛在社会各界同仁以及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获得圆满成功。本着亚洲电视不断求新求变的精神，
屡创选美史上的先河，让我们一起将美的神话推向更高，为美丽重新定义，共同去建构一个美丽之城堡。让我们再一次的预祝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取得圆满成功，也再一次的向参加今天启动典礼的各位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好，谢谢魏总，也请魏总留步。那刚才的魏总的一番讲话，我们知道了，其实亚洲电视今年呢背负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了，不但呢向68周年的亚洲电视致敬，同样也是向亚洲小姐40周年献礼。其实亚洲电视呢一直以来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亚姐，也因此让他们的人生故事更加的精彩。那我们知道美的概念可能一直都在变化，但是美的核心就是自信。亚洲电视已经准备好了非常宽广的国际舞台，期待着大家参与。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篇章，接下来呢是一个启动礼，让我们正式开启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暨香港赛区的启动礼，也有请以下的主礼嘉宾上台。首先有请亚洲电视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组委会主席魏来先生。有请亚洲电视首席运营官方国华先生，有请。有请亚洲电视执行董事梁伟平先生，有请梁总。接下来有请大埔区议员陈永华先生，有请元朗区议员王小轩先生，有请马来西亚高级拿督、澳门旅游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澳门优万里集团董事长林伟群先生，有请香港著名导演李立石先生，有请纵横创展集团东城978电影小镇董事长李国忠先生，有请 BBSJP 黄龙德会计事务所董事长黄龙德博士。让我们继续有请粤海控股董事长杨振业先生，中华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主席庄伟波先生，虎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邓怡海先生，以及拜纳主席周义峰先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隆重有请我们的亚洲小姐，1991年亚洲小姐冠军罗琳女士，中国香港女演员，1992年亚洲小姐最完美体态最上镜小姐陈启明小姐，有请香港电影界女神夏文熙小姐，有请2018年亚洲小姐冠军梁雪瑶小姐，以及2019年亚洲小姐冠军江雨婷小姐。继续有请亚洲小姐慈善团体人美亲戚主席陈瑶女士，以及人美亲戚顾问朱仲贤先生。有请以上各位的主礼嘉宾。那也请我们的主礼嘉宾呢站到我们的台阶上面，站到我们的大屏幕上方。好的，那请我们的主礼嘉宾移步我们的大屏幕上方。好的，让我们把手印啊放在相同的位置，准备迎接我们的启动仪式。好的，那我们一起倒计时，3、2、1，恭喜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暨香港赛区启动典礼正式成功，有请，谢谢各位，谢谢。那我们有请大会的摄影师呢来为我们进行大合照。好，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啊！谢谢各位，谢谢。今天呢，在这么多朋友的共同见证之下呢，我们的启动礼呢是正式成功启动了。那也请我们的所有的嘉宾呢站在我们的台前啊，再进行一个大合照。好的，谢谢，谢谢各位主礼嘉宾。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主礼嘉宾，有请台下休息，请我们的罗琳小姐，请罗琳小姐留步。罗小姐您好，那我们知道刚才从魏总的讲话当中我们得知啊，其实亚洲小姐的竞选呢会持续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从这个海选、初赛、复赛到培训再到决赛，我相信应该是让每一个女孩子都可以是迅速成长的。
那您作为亚姐冠军啊，应该这么多年了，我相信冠军只是另外一种人生的起点，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使命跟责任。有一句话叫做是任重而道远。那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您，让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心得。好，谢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魏总，各位亚洲小姐的师姐师妹，各位传媒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香港亚洲小姐第35届的全球竞选大赛的记者招待会。我非常荣幸能够代表亚洲小姐的，就是代表来跟大家就是祝福。然后呢，我觉得呢，亚洲电视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份情怀。很多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内地朋友都有看亚洲电视台的电视剧，然后亚洲小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就是女孩子的梦想。我们每年都会选出一些美丽智慧还有就是有爱心的女孩，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人美青绪。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秉着就是把爱心传遍全球的每一个地方。今年我们9月份也会去探望我们长沙的小学，然后在我们9月份也会有一个就是慈善的舞会。所以希望今年我们选出来的亚洲小姐也能够参与我们这一份的慈善的一个工作。然后我非常的就是开心，就是因为通过亚洲小姐的选举让我的人生改变了，让我能够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进到演艺圈。那我也期待如果有梦想有目标的美丽的佳丽们，期待你们也参加今年的亚洲小姐选美，把你的梦想实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多谢大家。好，谢谢谢谢文玲小姐的精彩分享，谢谢，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同样啊将目光转到台上，同样呢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亚洲小姐哦，她唱歌真的是很厉害，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伟。凭着爱情怀把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到晕，人生已再没苦路，曾在这高高大大弯弯曲曲中跌倒，才赞个开开心心，简简单单，极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那里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半多路。我是91年的亚洲小姐，同罗琳同程瑶都是一屆的。今天亞洲小姐企動儀式好幸好幸運，多謝，快點來參加喔。憑著我，我信有出路，憑著愛情懷把老，在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到晕，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大大弯弯曲曲
春跌倒，才赞个开开心心，简简单单亦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大理想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半道路，一齐唱好吗？高高大大弯弯曲曲中跌倒，才赞个开开心心简简单单亦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大理想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半道路，凭着爱始终一生磨练到老。多谢我林清耀，时间一过都好快啊，原来都有三十几年了，但我哋而家仲喺个舞台度，都唔系好差，系咪啊？多谢，一定快啲嚟参加亚洲小姐啊！多谢。谢谢蕾蕾姐的精彩演唱，其实每一句呢都唱出了人生的见解跟豁达。蓦然回首，哪怕跌倒，简单快乐就好。那我相信每一段沮丧的人生呢，不过是下一段惊喜人生的铺垫。那这首歌呢，同样也是一个电影非常火热的主题曲啊。说到电影，就让我们接下来掌声有请香港著名电影导演李立驰上台和大家分享，有请李导。大家好，我是中国香港导演李立驰。1984年8月15号，我在亚洲电视上班，我是一个电影的副导演啊。那一天我就进来娱乐圈，然后在亚洲电视从副导演、统筹、导演、高级导演，然后就跟我的恩师刘家豪先生啊，金牌监制啊，刘家豪先生啊，就跳出过去无线电视，然后在无线电视就碰到周星驰、吴孟达等等的演艺人。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非常感谢亚洲电视给我一个机会啊，能够在娱乐圈里面一步一步真的走到这里啊。今天非常高兴啊，这个亚洲小姐啊35届啊可以启动啊。然后你见到那个亚洲小姐都是才华出众啊，又漂亮又美丽的，现在在内地世界上面其中一个非常流行的就是那个短视频啊。那个短视频啊，在那个手机里面看啊，我跟亚洲电视已经在合作一个短视频了啊。现在跟着上来为合作，我和亚姐有个约会啊。李立驰站在这里为什么啊？因为这一次那个我和亚姐有个约会，不单有哭还有笑，哈哈。尤其是在现在来说，我们背靠祖国，面向亚洲国际啊，跟不同的地区的亚洲小姐一起互动啊。我跟那个魏总说，我想跟亚洲小姐来一个互动，他们在当地的一些喜怒哀乐、吃喝玩乐的，我都非常有兴趣啊。因为现在旅游啊非常火啊，无论是日本，无论是韩国，无论是新加坡等等，大家都很方便啊，大家都可以往来啊，马来西亚免签证啊就可以去玩了啊。现在能够跟每一个地方亚洲的每一个地方的亚洲小姐来到互动啊，我首先跟那个群里面我比较熟的亚洲小姐提出来，喂，你们有没有兴趣将你们在过去有没有一些令你哭、令你笑、令你感动
的美食啊，有没有这种地方？他们一听，他们反应就很好啊！哇，来到我们家乡，我一定要好好介绍我们家乡的故事，说说我的故事啊，好不好？亚洲小姐啊，一起来分享她的喜怒哀乐啊，还有就是李导来把关啊。李导跟周星驰、跟吴孟达拍的所谓无厘头的电影啊，不单可以令你开心，还可以令你哭，还可以令你励志啊。还有最重要是什么？现在最重要，我们要结合中央，结合祖国，配合湾区，我们要有这个理想，还要什么努力坚持下去啊！我是在亚洲电视出生的啊，亚洲电视一直下来就是在作品里面努力。这一次，我希望在啊，我和亚姐有个约会这个短视频里面啊，能够打开一片天啊，跟那个外面那个亚洲的世界，跟内地的啊所有女性，发扬她那个针线美啊，发扬那个开心笑口常开啊。希望大家支持我和亚姐有个约会啊，感谢大家。好的，谢谢李立石导演的精彩分享。那朋友们，接下来呢，刚才我们魏总也宣布了亚洲电视呢即将与增城1978的电影小镇合作的好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签约仪式，有请双方代表上台，让我们有请亚洲电视行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总，以及纵横创展集团增城1978电影小镇董事长李国双李总上台。1978电影小镇呢，现在正着力于发展影视、电影、文旅三大产业，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影视文化旅游特色小镇。1978艺术村落坐落于美丽的增江河畔，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而且内部呢包括了餐饮、酒店、人文综合体、休闲公园等等。那1978呢是一个有颜值的电影小镇，获奖无数，名声远扬。那我相信通过今天的签约啊，双方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更加多维度的合作，无论是从影视文化还是旅游等各个项目。那今天呢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我们一起携手走得更加美好。谢谢，谢谢魏总，谢谢李总。好的，谢谢，那请魏总留步。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进行的一个是与中科航天公司进行签约的一个亚洲小姐走进百城的合约。那我们有请中州航天的董事长罗中赫先生上台。那中州航天呢是一家数字技术综合服务平台型的集团化公司，公司呢以乡村振兴、数字中国两大战略为方向，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专注于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数字化转型方案，主要涉及包括数字技术、数字电商、数字产业、数字文旅、数字峰会、数字展销，从产品、企业、产业园区、城际、国际等多方面进行解决方案，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非常优秀的一个集团。那今天呢，我们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啊，签署了两份合约，一个是与1978增城的电影小镇，另外是有与中科航天公司进行的亚洲小姐走进百城计划。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携手努力，亚洲电视一定将亚洲小姐举办得更加好。好，谢谢两位，谢谢。那同样呢，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天呢，为了表示对第35届亚洲小姐的支持呢 ，Bad Night 呢会赞助200万的 Bad 积分呢给亚洲小姐得奖的准佳丽。在这里我介绍一下 Bad 公司，它是一个跨品牌的运用积分系统，而在手机端呢是以餐厅合作为主，现在有超过1000个合作品牌。只要你下载 Bad Night 的应用程式，同样去到有合作的品牌方用餐的话呢，就会获得 Bad 的积分。而积分呢，不但是可以当做现金使用，同样可以兑换礼券，真的是非常的丰厚啊。那刚刚呢，我们经过一连串的非常好看的节目啊，同样呢，我相信大家会感受到舞蹈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更加的充满热情，也变得更加的浪漫。那有一句话叫做是日落归山海，舞蹈伴青春。我觉得我遇到过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舞蹈了。
因为呢有一句话叫做是有趣的事情不跟敷衍的人讲，同样好看的舞蹈只跳给最爱的人。那接下来把舞蹈继续献给我们最爱的你们，有请舞者。It was happened so naturally. How did I know it was love? And acting out for you, holding me close. What was I gonna do? I let myself go. And now I'm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Hope'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Yeah, come on.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It's been so long. I knew just what I would do when I heard your song. You fill my heart with bliss, give me freedom. I knew I could not resist, I needed someone. And now I'm flying through the stars, hope tonight soon lasts forever. No, ain't nobody loves me better. Makes me happy, makes me feel this way. Ain't nobody loves me better. Makes me happy, makes me feel this way. For night time to come to bring you to me. Can't believe I'm the one I was so lonely. Feel like I must be dreaming. I need this dream to be. I need this dream to be real. I must be dreaming. Make my wish upon the stars. Hope this night will last forever. No, oh, oh, feel this way. Ain't nobody loves me better than you. I first you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then you put your charms around me. I can't resist the sweet surrender of tonight, so warm and tender. Pressed into each other's eyes. What we see is no surprise. I got the feeling moves with treasure, and the love so deep we cannot measure. Thank you.
的，谢谢，谢谢鲍玉为大家带来的优雅的小提琴歌曲啊。朋友们呢，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呢是一个颁奖的环节，让我们有请亚洲电视首席执行官兼行政总裁未来先生上台，以及有请杨振业先生，亚洲小姐广东赛区组委会主席，叶海控股的董事长，有请两位。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大奖状拿上。好的，谢谢，谢谢杨总呢一直以来对于亚洲电视的支持，对于亚洲小姐的支持。走到今天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呢已进入非常火热的一个状态了。再次感谢两位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继续有请 Olivia K， 有请。Your breath and count. Feel the other move and then I'll hear my heart again. For this is the end. I drown and drown this moment.Away I'm stolen.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rumbles, we would stand tall. Now face it all together.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rumbles, we would stand tall.Face it all, let's cut home. Let's cut home. Skyfall is where we start. A thousand passing poems apart. When work alikeAnd days are dark. You may have my number, you can take my name, but you'll never have my heart.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rumbles, we would stand tall. Not face it all together.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rumblesWe would stand tall, not face it all at skyfall. Where you go, I go. What you see, I see. Now I know I'll never be without that security. Your lovingness keeping me from harm. Put your hand in my hand, hands will stay there.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omesBut we would stand tall, not face it all together. Let the sky fall when it crumbles. We would stand tall, not face it all. It's
sky is on. Let the sky fall. It's time to party, get this party started, shall we? I got this on the mountain top, was burning like a silver flame. The summit of beauty and love, and sweetness was her name. She's got it. Don't blame me, she's got it. Well, I'm your Venus, I'm your fire and your desire. Well, I'm your Venus, I'm your fire and your desire. She's got it. Yeah, baby, she's got it. Well, I'm your Venus, I'm your fire, your desire. Well, I'm your Venus, I'm your fire, your desire.整场的气氛都是燃爆了。刚才那一首 Venus 唱出了女神的气势，其实女神呢不仅仅是样子非常的漂亮，同样的内在力量也是十分的坚定哦。说到女神，接下来这位可真的是了不起了，让我们有请名副其实的女神夏文熙小姐，有请。哇，夏小姐真的是太有气质了，来夏小姐，今天见到您了，我真的有好多好多问题想要是问一下。你好，你好，大家好。那您看啊，其实我们的服装啊、妆容啊、走路的样子啊、动作啊，其实都是很容易被人影响或者是 copy 的嘛。但是气质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做什么女神，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女神不敢当。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有三个女神。第一个是玛丽·蒙卢啦，
memorable。第二，第二是 Elizabeth Taylor 啦，还有一个Audrey 夏萍啊 ，Audrey， 这个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女神。如果讲的气质的话，我觉得气质当然是天生的啦，对不对？那后来就需要自己多点修养啊，看点书啊。因为我有空没事，我就哇，其实我没什么应酬的，我没事工没工作，我就在家里看书啊，听音乐啊，看电影啊，很宅的。啊，就是其实也许这个是，也许自己。心态很重要，最重要是心态。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一个自律会养成气质，有助于增加这个人的气质，对不对？还有其他小做一些小运动来着了。我又没有做什么 gym 啊，我就做一些比较瑜伽、yoga。你知不知道我就前两天有看到一个网友留言吗？他说。我那天有看到夏文熙小姐跑步啊，跟我们擦肩而过。她说旁边的那个90后男生在上下打量您。哦，你就像你自己有一个外号叫做“嫩男磁石”，有吗？那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做保养这件事情。哦，这个又问罗琳小姐了，这个请教罗琳小姐，其实我可能是我拍很多年前拍一部电影，有这个什么，我还什么，广东话叫什么，嫩男杀手啊，还有一个嫩男杀手，跟我夸张一个嫩男杀手，可能我是十几年前拍一部电影，跟陈伟霆一部电影叫《出轨的女人》，是他是我男朋友，所以这个电影被人家很大的深刻的印象。好赞哇！对，就是用这个电影之后呢，变成我很多那种小粉丝。90啊，00没有了，没那么夸张了，90啊，90啊，80啊，那就很多咯，就所以别人就错觉。不会不会，你看前两天啊，你跟那个叶童老师，你们有两个有这个照相吗？对。然后很多粉丝就说，我终于看到夏文熙夏小姐了，然后就说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说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呢？有啊，我其实拍电影是我很喜欢拍电影，拍电影是我心目中的一部分之一。我拍电影我就很特别开心了。还有拍电影啊，其实音乐我很喜欢音乐，可是我唱歌唱得不好，现在还在努力之中。方老师啊，多多请教，靠你了，我的音乐啊。还有我跟叶童是第一部《烈火青春》嘛，对，人家都说梦回《烈火青春》。对，叶童现在很好啊，他也是一样保养很好，他也是真的女神。他那个白色的头发非常有型。对，他真的，他是真的女神。还有他现在在国内发展的非常好，然后他也跟我一样，也有拍电影啊，还有其他参加一些活动。还有讲我自己就现在拍着寒战三啊，希望大家未来可以，应该是明年暑假应该是爆放，希望大家可以都是多多捧场。对，一定。我现在工作就是拍一些这个有院士电视剧，是讲那个澳门违规的那个故事，这个年底应该爆放。希望给大家收看。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会不会平时在一些社交媒体啊，跟大家经常有一些互动的？比如说，我们亚视有这么大的一个广阔的天地，为您准备好做一下我们的亚视直播啊。对，有啊，我有兴趣啊，不然我不会参加这个活动啊。那有你这个，你说应该希望亚洲电视。您在您这方就是常回家看看，好不好 ？Yes， 好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启动典礼呢，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接下来呢，让我们邀请我们台下的主礼嘉宾以及现场到场的各位观众来上台进行大合照，有请。好，也请各位，有请魏总、方总，请我们李立群导演，有请我们的亚洲小姐罗琳，然后以及我们的李国松李总，以及我们美丽的亚洲小姐，有请各位，有请我们今天的主礼嘉宾。那在今天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呢，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呢，继香港赛区的启动典礼发布会呢，也是圆满成功了。亚洲电视呢，已经准备好了非常宽广的国际舞台，期待着大家的共同参与。也感谢各位呢，今日能够来赴约，望常相伴。朋友们，我宣布第35届亚洲小姐竞选全球大赛暨香港赛区的启动典礼圆满成功。朋友们，亚洲电视永远欢迎大家的到来，也希望各位可以是常赴约，望常相伴。
朋友们，我是亚洲电视主持人雨婷，期待着我们下次再见。